房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来的是别人。这情节怎样结到输实在是足赞的呢！就跟你讲，实力派的实力派，介高唱的。哎，我感觉英姐吼，唔知是安怎讲，伊听伊歌吼，会感觉愈来愈感动人。嘿，刚刚他以前我就是伊歌迷，以前就很喜欢听他唱，从国语歌曲《春风》。哦，那很早呢。那时候出道第一张，一直到现在。春风带着一份礼物来。那个时候，从那时候听到现在，我觉得英姐的歌声哦，愈来愈好听，愈感情。我是感觉可能成熟了啦哈。迄阵啊，拄唱歌时阵，他囡仔声，那么小孩子的时候，那时候也不懂得感情，刚一直在念歌呢啦。这个人生的历练有关系。就是讲人生历练关系，既然的他那出现了小哥跟英姐是好，两个是老朋友了。是老朋友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听说以前像在歌厅唱歌的时候，小哥还经常跑到陈怡杰家那个房间去敲门，给他解答，对不对？小波家波大，你卖会计。那个人太小波，可能什么代志啊？贵清啊，到以前到现在来，就是当然他没什么改变了，没什么改变。而且他好的一点就是跟他讲，一做卡扎的卡金嘛，就是跟一般的不管是新人也好，老人也好，他都很谈得来。大概波气嫌嘛，是稍微。稍微讲话的时候，对象要找对人了。唱片公司有的是带一些新人，都怕跟我多接近。为什么？我欢迎那个拖个边啊。你拖派。哎，听讲我叫毒死不敢逃得到的。嘿，炸裂的灯大啦。是啊，说到陈英杰的歌，就像你讲的，经过了一些人这个人生的一些历练，越唱越好听。对本土口味来讲，立马讲嘴瓜昂啊。啊，对。什么傲咸菜一点。是最好人当你最傲咸菜。我听唔知啦，什么傲咸菜？做歹听啦，这。阮哪会这不幸？身底拢是这款型。下人来讲嘛，讲无钱。啊对对，还有够济。蒙蒙好厉害。毛毛雨。No, no, what you want? 丢蒙蒙，哎对对，你好好听啊。啊，我是到地下舞厅吼，大家都一定爱跳来探戈，迄个红皮刷啦。哎，咱来看嘛，伊以前的相片好无？相片，照片。你即马是放喺度，你是放伫哪位？外相片啊，对的。你也是安尼叫啥啦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是海去倒位去的？咱来看看嘛，歌子啊。这相都真宝贵啊！哎，哦，这很久，这已经没有底片了。哦，这有没有进个吹波底片？没有底片。你话这三张像，水到无天无量啊！这张。水到迄目睭，你是有甲状腺毛病啊？那遐大咧。没有，那个时候因为那个现在这个妆哦，如果是应该现在又流行了啊。现在又正流行这个妆。那时候我们细细的眉毛。对，细细眉毛那流行。哦对，就这样毛拢一直倒了就等哎。就头张先毛个流行等哎。对，那个是戴假发的。可是发觉叶玲那张呢，又还蛮叛逆的。这张对，有一点叛逆。那时候还是国语歌曲时代。其实我觉得。
现在好跟以前变得不太多，还是有变了，胖了。以前还是也是很成熟哦。以前瓜子脸，现在没有瓜子脸。这张我承认，这个就比较艳星时代。哦，这张是以前是艳星。陈文彬拍的哈，哦，我们陈先生拍的最美的一张。哎呦，干老板，那阵啊，对他那时候，那陈文彬我还真老啊呢。但是笑脸时阵的，迎接爱的时光那个阶段。这个不是，是好像是慧眼识英雄的时候。像你讲的，平常心讲是比以前圆润了一点，胖了。哎，这个不要习惯爱情就后悔，但不会跟他不一样。我现在这个情感有了这个归宿以后啊，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呢？哎，这几个会不同啥？不要紧。当时啊，就是突然有一个人跟你睡在一起哈，就睡在一起本来就会。那我那我没办法。哎，刚刚讲没要无聊问题。哎，刚刚讲没关系。会不会说有一个人翻动你就睡不着觉？我不会。一来起来棒着墙壁，我那么尴尬，尤其是我的个性哦，我这么那干脆的人，我觉得我这个在睡的时候，我这个对睡眠我还很重的一个人，我不差。那是你自己较孤单，是你的孤单，是孤单。这个我也是一点私人的疑问的好奇啊，像所谓的初一十五有时候吃素，啊那阿伯小金姐那算不算荤还是素？我不差，干嘛刚一刚能跟他保持距离？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但是我们不是像外国人，动不动就要接吻的。这个夫妻之间啊，叫做好兄嘛，你知道吧？我顶过爱做黑块的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我相信有的女孩子喜欢比较轻佻的。一早我刚一刚爱隔离，都是隔离啥？别隔离啥？就是男女就开始瘦瘦不轻易刚。嘛不要紧的啦，生活化啦。我觉得直忌嘴是吧？啊，无啦，我是讲话顺其自然最好，哎，不要去忌讳这么多。不要紧啦，也是因为这无结婚的人吼，伊即马得，伊即马得，伊即马得准备问下者，可能伊嘛拄到一个。好啦，卖个公车啦，英姐今天真的很难得来上我们的节目了，好好唱唱歌。不过我想今天就选那么一首歌，我们两个主持人跟她合唱一下，真的过过干瘾。碰到了唱将，唱将碰唱将，不同语言的，除非是日文歌曲一直改编的，好啊，台语歌、东洋歌曲改编。我想讲，我来安排这条《泪洒爱河桥》啊，好，我这边点这条呀，很多北门。会使，我试看吧。啊，你的日本歌应该可以。叶爱玲的东洋歌曲唱的不错，还记得一点。也是汤岛白眉。哦，对对，汤岛白眉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啊你，那一歌嘛是藤豆北门啊呢。啊，你记掉呢？嘛藤豆北门啊。对啊，一样，他从日语台语歌是用日文翻过来的。哦，赶快来。爱人卡兹啦，不是。不是的，爱人卡兹是爱染贵啦，爱染贵哈。嗯。艾琳卡扎，你就是艾琳卡扎。这广东的翻译的，有没有想到？艾琳卡扎是爱人。巴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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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。你这嘛是？哎，个头就够高，高速公路。来啦，李老师，赶快也，赶快，我们赶快唱首歌。我先给我供了，我先来发功一下。情难了，夜夜走上桥。